少次地靠我，乡愁是一碗水，乡愁是一地处皖赣边界的安徽省祁门县，是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。县城向西30公里，群山之中，有一座三面环水、一面靠山的千年古村——竹口村。村中心的倪氏宗祠真一堂里，正在进行一场传统的会文活动。各位考生，我们竹口是一个有历史文化发展的古村落。孔子说，这个不孝礼，无以立。这也就是说，你不孝礼，那不懂得礼貌礼仪，难以做人。今天我们考的题目是以礼立中心。竹口村的会文从明朝初年开始举办，已经延续了数百年。每年正月，村里的年轻子弟会聚在祠堂里，由有名望的长辈出考题，学子当场作文，由各房房长进行评判。虽然后来一度中断，近年在退休教师倪世志等人的倡导下，又逐渐恢复起来。我们村里自古来就重视读书，读书之风非常浓厚。这会文的时候，成绩好的给他四大块左右，两对金花饼；一个成绩差的呢，才发一对金花饼，也是鼓励他。对于今天竹口村的孩子来说，会文或许还有些陌生。在历史上，竹口村的会文是对年轻子弟的一次检阅，考察他们花费了多少心力攻读儒家典籍，又如何把这些经典化为锦绣文章。尽管时代变迁，会文的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，但是孝亲尊师、待人以礼，依然是每个家庭对于孩子最基本的要求。孩子从小抱在手里，他会讲话的时候，会认真人的时候，就要教育他这个对长辈的称呼。再到他大一点的时候呢，那么家里来了客人，那怎么样端茶，怎么样待人接物。客人在堂前讲话，谈完那时候你不能在堂前跑来跑去，不能插嘴。客人送礼物给你，应该双手去接。皖南山区的古村落大多聚族而居，竹口村也不例外。全村241户，820人，其中80%以上是倪姓。
倪氏家族最早来到这里是在北宋中期，繁衍至今已近千年。被誉为徽州民国第一祠的真一堂，建于明朝前期，近600年来一直是倪氏家族祭祀议事以及举办其他重大活动的场所。年轻子弟参与期间耳濡目染，天长日久自会受到传统礼仪的熏陶和感染。这次会文获得一等奖的倪子璇是竹口中学学生，他的父亲倪更新去年会文时获得了二等奖。倪更新只是初中毕业，却喜欢读书，女儿带回来的课外书是他劳作之余最重要的精神食粮。这次女儿带回来会文奖品《弟子规》，他也读得津津有味儿。亲有过，近始根，怡无色，柔无声。这个他写得很好，他只讲父母他有过失了，做子女的要耐心地劝其，使他改正。倪更新的女儿学习成绩好，夫妇俩很欣慰，不过他们更加看重对于孩子品德的培养。在竹口，人们教育孩子最看重的是教他们如何做人，倪更新夫妇对于还不满一岁的儿子也是同样的期望。做姐姐呢，也要以后呢也要照顾小的，小的呢以后也要敬爱姐姐。同时呢，我就说他们两个呢，对家庭、对社会、对整个、对一个，担当起责任。山村的孩子从小会承担很多家务，父母下地，他们也会做个帮手。今年雨水充足，冬笋丰收，倪更新带女儿倪子璇去村边挖笋。竹口人极其重视早期教育，有着教子婴孩，教父出来，3岁看大，7岁看老的说法。但是教养子女一直要到他们成人之后。倪更新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因为言语无礼被父亲狠狠数落过一顿。大概我12岁时候，12岁到村里不是放地野吗，那时候都要等父母回来吃饭的，天就黑了，我父亲还没回来。那我们做这我等于你这比较着急啊，就讲这老头子还没回来，地营都快翻了，赶快刷碗。我父亲回来了，他把柴火一甩，他就讲刚才是哪个叫老头子啊，我姊妹几个就怕嘞，再后来就讲我这是我讲的，父亲就骂我了，但是你这叫法是不行的，不对的，这样叫相对讲的不尊敬了。虽然过去了30年，但是父亲的教训让倪更新至今还牢记在心，尤其是自己有了孩子后更加体会到父亲的一番苦心。别长幼，明伦定分，王敢与月，是竹口村倪氏家族最重要的一条作规，就是说生活起居必须长幼有序，伦常分明，丝毫不敢差事，即使在吃饭这样的生活细节上都是如此。老人家不上桌，里面小孩子不要上桌。长辈吃完之后要长辈坐在那里不要动，然后你去把碗筷都收拾好，然后再请长辈下桌。吃菜要吃稳定，不要麻烦插刀，没得礼貌。洒扫应对进退，从点滴做起，是竹口人的教养之道。这种从小养成的好习惯、好品德，会让他们受益终生。竹口村对孩子的教育，从这个日常生活一些具体的细节出发，我觉得这也非常符合传统教育的一个特点啊。在朱熹看来，传统的启蒙教育或者说是对孩子的教育，那就不要讲一些大的道理，他甚至强调启蒙教育那就是要把你排除在外，只是学事，比如说如何洒扫，如何应对啊，如何事亲，如何进长。在他看来，学会了这些日常生活中这些事情，
哪怕你是一样画葫芦瓢的学会的，哎，那就能够养成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，铸就一个圣贤的批谱，那就完成了启蒙教育的使命。我们可别小看这样的细节，它看上去是细行，其实对应的是一个人的心态。行为文明一定是心里先有一个文明，规范行为的目的正是为了端正心灵，这也是真一堂真一二字的内涵所在。可见倪氏家族是把守正专一作为教子传家的总路线的。弟子规讲，默默偏心不端，字不静心先病。在古人看来，心行一体，不可分割。正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，竹口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才辈出。真一堂前摆放的这一对对旗杆石鼓，见证了竹口村历史的辉煌。明代之后，竹口村先后出过五位进士，其中文科进士三人，武科进士两人。这些旗杆石鼓是竹口人的骄傲，也是他们教育子女时的一个个标杆。家里的老辈讲，或者是族谱上讲，一般是中举人以上就可以在这里竖一对。这个有明确有字的。进士第。进士第。长辈也跟我们说，这里出了很多人，鼓励我们要好好读书啊，这个做人要正派啊。真一堂上有真一。回顾竹口村的历史，对村人影响最大的是第一位进士倪思辉。倪思辉是名万历年间进士，曾经历任户、礼、吏、兵四科给事中，后来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兼督察院右副都御史。南宋的《新安志》里面当时有一句话叫像我们徽州的风俗啊，它是就是齐山挺拔连立，齐水旱竭，齐人多出这个御史见官者。竹口的倪思辉呢，也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在明史上有曾经有过记载，他在天启元年的时候，刚刚天启皇帝嘛，他16岁就是继位，他有一个乳母叫克氏，他是从小就是吃他的奶，是由他带大的，所以对他非常依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许多人是不敢说话，但是倪思辉呢，他就是写了一个奏章，敢于直言。当时天启皇帝因为过分依恋乳母克氏，做出了违背礼法、荒废国事的事情。倪思辉在奏章中列举了由此产生的种种危害，劝诫皇帝以国事为重。因为这件事，倪思辉被贬谪到福建，但他敢于直言的风骨并没有改变。后来又因为忤逆当权大太监魏忠贤被削职。从他身上，我们看到倪家先做人再做事的教育思想之成功。朱子家训所讲的读书志在圣贤，非徒科第，为官心存君国，起计深甲，在他身上得到生动体现。真一堂里悬挂的大纳言匾额，表达的正是对这位有德先人的崇敬和赞赏。倪思辉不仅自己为官清正，还希望倪氏家族常生好人，人常行好事，并写进倪氏族谱。至今，做好人、行好事，依然是竹口人信守的教子之道。我妈妈在世的时候，我们的村里的人，什么眼睛痛啊、脚扭了、啊，我妈妈都是义务的给他们去弄药来治。特别是我妈妈呢，她治一种叫膀疮的皮肤病，这种病呢，在一般医院都很难治好的。所以，许多每年有许多人到我家来，我妈妈总是亲自上山去采药，而且呢，从来不收一分钱。特别是远道来的人呢，不但不收钱，还让他在家里吃饭。倪新强从小在竹口长大，今年53岁，在本村小学担任语文教师。在他的脑海里，
有很多祖辈留下来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和规矩，加上喜欢舞文弄墨，每到逢年过节都要给乡亲们写一些对联儿。这时候类似教子教孙须教义，积善积德胜积钱的对联，他不知要写多少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胡姓、吴姓等其他姓氏逐渐迁入，使竹口成为一个多姓氏聚居的村庄。做好人，行好事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代代相传。我教育儿子两个女儿啊，我身上我从小在这小学里头就教育他，不要动人家东西，是吧？要做人要做老实人，读书要好好的读。吴申光夫妇教育儿女时非常严格，对孙女吴邪虽有更多疼爱，可依然不娇不宠，教孩子谨言慎行，从小养成良好的德行。吴邪还记得读小学二年级时，因为和小伙伴偷摘了几个橘子，被奶奶狠狠批评过。我将橘子拿这里了，反正我在那里面呢，几个小鬼一起呀，几个同学一起呀，我将还给人家。是我跟几个同学一起去的，就一起道歉的嘛，把橘子全部还给他。小时拿人针，大了偷人心，是竹口人教育子女时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，有了过失及时纠正，可以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。舍不得，舍不得。叶家强是竹口小学的教师，在学校他教书育人，在家里他也深谙教养之道。儿子叶杰读高中时交友不慎，一天酒后几个朋友和人打架，叶杰也被牵连了进去。叶家强及时教导，避免了儿子走上歪路。我想你怎么和这些人能在一起呢？啊，你现在到学校里是干什么？你是来求学的，求学就像个求学的样子。你走上社会去跟这些社会上的人搞在一起干什么呢？叶家强的父亲十分严厉，他小时候没少受父亲的体罚，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，他没有采取父亲当年教育他时的极端方式，而是把儿子带回家耐心规劝。正处于青春期的叶杰开始还有些叛逆，但最终还是通过他的谆谆教诲逐渐改变了态度。原来总觉得跟你在一起玩的，天天陪着你在一起玩，到处陪你撒谎，陪你逃课或者怎样，这些才是你真正的朋友。他跟我说，交朋友要选择什么样的人去交，比如说学习好的、诚实的、人品相对来说比较好的，没有什么出口成脏啊或怎样的，你身边的人对你的影响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。其实说是真的，就是我父亲给我最好的一个18岁成人礼，真的。时代的变迁让竹口人在教养儿女的过程中有所放弃，也有所坚守。放弃的是今天看来和时代不协调的方式，坚守的则是做好人走正路的原则。中秋是竹口最热闹的时节，这一天很多外地工作的竹口人会回到家乡，为的是看一看传承了几百年的民俗活动舞草龙。真一堂内的天井里，妇女们在用刚刚收割下来的稻草搓着草绳，这些草绳是用来扎龙身的。金秋时节扎草龙，这一习俗广泛流行于皖南山区，但是竹口村的扎草龙却独具特色，单单这个龙头就与众不同。竹口人极具创造性地加入了他们特有的智慧和幽默，把本村山水形胜的地形地貌设计成了龙头的形状。这是山，这是玲珑山。哦，这是来龙山。哎，高低的，这是一个公路。哦，这里过来的是我们村长子是住在这地方。哦，村长这儿。哎，这个就是香港滩。村里的一次集体活动，也是村民之间一次记忆和情感的交流。
真一堂虽然是倪氏祠堂，但每逢重大活动，竹口人不分姓氏都会积极参与。黄山市文联主席倪国华和两个弟弟都在黄山市工作，他们在中秋这天也回到家乡，除了看乡亲们舞草龙，更让他们牵挂的还是年近八旬的母亲。三年前父亲过世，好在倪国华的妹妹倪赛华就嫁在竹口，三兄弟在外工作也安心了很多。倪国华三兄弟在青少年的时候，通过自身努力和相互帮助，走上成才之路，之后又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成绩。特别是大哥倪国华，尽管小学毕业后就进入祁门县文工团，早早离开了家乡，但是从演员到导演、编剧，他一路走来，靠着刻苦自学，不仅取得了大学文凭，还出版了《梦落黄山》等多部文学作品和专著。在堂屋里张贴着这样一副对联：荆树有花兄弟睦，燕田无睡子孙耕。这是父亲生前亲笔题写贴上的。转眼父亲已经去世三年了，但对联至今仍然贴在那里，提醒着三兄弟互相激励，不断进步，也让他们经常想起父亲当年那些对他们影响深远的温馨往事。每年过年前，嗯，要到祠堂来写对联。哦，写对联。写对联啊，写对联。过现在是做了一些固定的，过去每年他都换，所有的这个高堂大柱上，就这柱子上都是手写的，全部手写，哦，都是他写的。我呢，很小的时候，我跟他一起到这里面来，早上吃完早饭来。基本上到晚上看不见再回去。中午我们这里就做什么呢？就我了小时候给他烤的那个年糕。哦，这里做那个米糕啊，米糕用那个小火桶把它烤熟了。嗯，用那个豆腐乳擦了上面，给他送来。哦，中午就吃，从也不回去，从早站到晚。离倪国华家老宅不远，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旧式民居，因有一个大厅。六个小厅，暗合古徽州一府六县的格局，所以这座宅院也被称为一府六县。宅院的主人是倪国华三兄弟非常敬重的两位前辈，倪望仲和倪望龙兄弟。倪望仲父亲早逝，家境贫寒，但好学不辍，清朝同治年间考中进士。他不仅勤奋刻苦，也鼓励弟弟倪望龙上进，是一个待弟弟严而能爱、有而有礼的长兄。对于倪国华三兄弟来说，倪望仲饿死不如毒死的故事曾经激励他们奋发有为，倪望仲和弟弟倪望龙兄友弟恭的故事则成为兄弟三人友好相处、互帮互助的榜样。是吗？我们在一起住的时候，我哥哥没成家，一个人，我们都是一个床睡一个床。哦，这个有两次我的记忆很深，就是晚上，就是半夜起来小便，那也没做到，到我要一起，那都是十二点以后了，我哥哥还在看书。哦，他当时就是跟我讲了一句话，就是学习是一辈子，不仅是自己的文化程度低要学习，而且你就是一直呢要伴随你一生，成为一个生活习惯。在三弟倪清华的成才之路上，两个哥哥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当年第一年高考落榜了呗，落榜以后呢，因为家里可能经济条件不是很好，可能我父母认为，因为我们两个哥哥都出去工作了，可能家里要如果留一个男劳力也挺好的。我二哥是主任，他说这个考试还是必须要让他再考一年，就最后给一个机会，看他自己怎么样。这个费用呢，是他来掏。在二哥的坚持和全家人的帮助下，倪清华重新走进学校，但是复读半年之后，因为贪玩心重，沉迷于去录像厅看录像，险些让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付之东流。又是大哥语重心长的教诲，让他重归正路。
他说他你这个能复读一年很不容易的事，因为大家都是得是集全家之力，对吧？二哥其实那时候收入也很不高的，再还有大姐家里生活费，每年这一个学期供你读书，你这个你自己这样子搞，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如果今年考举就算了。后来倪清华考上了安徽大学历史系，现在中国徽州博物馆从事古籍保护和整理工作，在古籍版本鉴定和徽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。朱口村的这个也是体现了一个传统的这种聚族而居的传统。朱口村的这种村风村俗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总结提炼为是一个家族的这种家风和家俗。家风是一种是一个家族的文化，但是这样一种文化的形成，它是要经过一个很漫长的时代。有一种说法是说，家风的这个形成一定要经过三代以上才能构成一种传统。但是这种传统一旦形成，它就会变成一种转化为一种教育的资源，对于家族的这个成员有一种隐形的作用，有一种成为一种教化的资源。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，千秋万业，化人第一。通过倪家三兄弟的成长和作为，我们看到了倪氏宗族真一传统的生动延续。他们不但自己守正专一，还要正己化人，以文化人，让守正专一教育的火种代代相传，让它像这条绕村而过、奔流不息的大北河一样，一年四季清澈见底。像大北河畔竹口村南这棵祖先迁居到此时种下的樟树一样，根深叶茂，荫背后人。今天我带大家来学习《弟子规》。《弟子规》是一本教育孩子的好书，我们朱口村也是这样教育孩子的。《弟子规》上人敬，首孝悌，父谨信，父爱重，儿亲仁，友谊利，德贤王。眼神却更加迷离，触到了你的心跳，却走不进你的心里。多少故事，多少传奇，谁为我打多少神秘，多少美丽，花你谁能与我画比？多少眷恋，多少欢愉，我和你心心you